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一六和，人与人相处修六和敬。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我们的家庭，到我们的团体，甚至于我们的这个地区或者我们的国家，都要修六和敬。我们讲的每一句话，都不要造成家庭、团体、社会、国家的冲突。讲话要有这个态度哦。啊，你不能呢吃饭呢，一开口呢骂国家领导人不妥当哦，不谤国主，不做国贼，这佛门的戒律哦，戒律很重要哦，戒定慧三学哦，啊，这个戒里面啊五戒，不妄语，啊十善里面呢，嘴巴就占了4项哦。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。念佛人呐、啊，能把嘴巴守好啊，成佛一半呢、啊。首先呢、啊，嘴巴守得好啊，心不容易起烦恼。嘴巴不守好啊，一开口，火气就出来了，一讲一批评，止不下来了。哇，你看又造了多少业了？所以能守住口啊，重要。哦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，身口意啊，佛讲把口排第一了，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，我们的心才能清净。佛法是内学哈、哦，我们不往外。看别人过又生气了啊，不着相了啊，往内见人恶即内省，往内人就心就能沉淀下来，心就能关照到自己的问题，往外很难的、啊，莫向外求，向内求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师长讲了，第二个科目是六和敬。六和敬是佛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。诸位同修啊，你们跟人相处有没有遇到烦恼？有没有遇到瓶颈？有哦，六和敬用上没有？哎呦，你们怎么不用？那你们不用不就是，啊，我生病了，哎，药摆在旁边，我不吃了。法药啊，你现在遇到烦恼了，遇到人际相处的问题，赶快吃药啊！哦，不要折磨自己啊，药到病除啊，赶快吃药了。怎样相处？这个相处的问题不能解决啊。一定是没有符合六合敬了，所以啊，决定不能违背，违背六合敬的罪很重很重。什么罪呢？啊，这个是从佛门讲，不守六合敬啊，那我们到道场里面去呢，那会破和合身。把道场破坏掉了，大家没信心了，人我是非了，修不了道了。哎，这样会障碍人家的法缘呢，啊，会堕阿鼻地狱了。啊，你说这个罪多重啊？啊，但是多少人犯这个罪，他自己并不知道。我们如果劝他，他还瞪我们一眼，还恨我们。那有什么法子啊？那遇到这个情况，所以我们也只合掌念阿弥陀佛啊，没有话好说。那缘不具足啊，你要提醒他，他反而瞪你一眼呢，不能攀缘了。啊，先做好自己啊，他信任你了，
你在提醒。佛门讲随缘哦，不攀缘哦。我们很多的烦恼从哪里来的？攀缘，缘不具足，你一提醒他，他不接受，他生气了，你就想狗咬吕洞宾，你也生烦恼了，这个也不能攀缘。这个事情条件不够，你硬是要去做，结果没做成，要往前不好往前，要退后也不好退，自找的啦。这个都跟攀缘有关，所以人呢，要冷静观察，缘分条件具不具足，不可以攀缘。攀了缘，你生烦恼，对方也生烦恼，所以《弟子规》说：“是非疑，勿轻诺；苟轻诺，进退错。”你们也要读一读《弟子规》哦，你们不能孙啊，爱读《弟子规》，囝爱读《弟子规》。教育身教排第一哈，你们不要只是叫他们读啊！你们要带头啊！我们从小喜欢读书啊，都是父母做给我们看的，他们没有要求我们啊。身教重要哦。你看这一句话，是非宜，事情条件不够，不适宜，你不能答应人家哦，一答应了，麻烦了。你再给人家反悔，人家就生气了，说你没信用了。好，应对进退啊，都是修养啊，这个都要学哦。学佛是学怎么做人，怎么做事哦。学佛是马上可以用的啊，学佛是你面对当下的境界是清楚的。哎，我现在家庭是什么情况？我应该从哪里努力会改善？你不能每天，哎，没办法啊，这是面对境界不清楚哦。你只要有佛法，就有办法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怕的是你的念头觉得解决不了了，不可能了，这才是障碍，不然没有事不能解决。好，你们假如觉得有一件事真的不能解决，待会下课可以找我啊。没有不能解决的，病得再重都能解决。病入膏肓了，能不能解决？比较辛苦啊，这个我还得请教一下许会长，这个是医学专业啊，我不能乱讲。你病得久啊，你只要用对药，它一定可以恢复的。只是时间久一点而已，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。首先，大家要相信。你不相信，你就不肯用方法，你就不肯吃药了。有佛法，就有办法。但是呢，时间到了因为我们才要讨论呢，人与人相处的问题。时间到了。没有问题，为什么？你们回去好好听，老和尚讲得很清楚了。有请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许会长。这个佛法呢，谈的都是戒定慧三学我们要因戒才能得定用我们净土宗来讲啊，持戒呀，心才能清净。心净，佛土净。所以祖师他们都会强调持戒念佛。所以念佛人不能忽略了这个戒律。那我们熟悉的要持五戒。不杀生。祖师说的“不恼害众生
那这个就很细喽，你要很柔软哦，常常去替人家着想。其实我们常常恼害别人呢、这个恶果会不会回到自己身上？会的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哦，而且我们不持戒呀、犯了这些错啊，它会产生业力。业力强了，身心不安。我们就说不妄语吧。你们观察一下，打妄语的人心安不安定？你看他的眼睛都晃来晃去的啊。他在怕，我前面讲的妄语有没有被谁发现了？有人发现了，他还要再想很多说法，又要把它盖过去了。你说他的心怎么会安定？怎么会清静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持戒呀、才能定，才能得清静。这是念佛的人呢、不能疏忽的。